师傅，最近拿到一款新的锁水保湿面膜，那我待会就要敷上它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功效如何哦。我现在已经把保水面膜敷在我的脸上喽。那这个面膜敷起来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很服帖哦。它有三大的功效，我现在就来为大家解说一下。第一个呢，是它是一个环保的素材，可以被大自然吸收分解哦。那再来，它有独家的 3D 纳米结构以及维珍生物纤维。那维珍生物纤维呢，可以有效吸附毛孔里面的多余油脂，然后达到深层的净化毛孔。那再来呢，它就是有海藻的多酚精华，是我们的独家专利哦。那它可以抚平老化的痕迹，紧致肌肤。那现在敷个15分钟之后呢，我可以就是上妆让大家看一下我肌肤的状况哦。耶，我现在上完妆咯，感觉妆比平常的服帖耶。我现在只有薄薄的蜜粉，对，可以近一点看，是不是都没有毛孔呢？感觉皮肤变得很细致耶。耶，这款面膜真的好好用哦，要多多支持哦，拜拜。